给你姐姐我欢迎你们，很开心，对不对？
吼，像一个大家庭的吼。啊，你再甲大家讲一下哈，甲咱这小童星们吼，啊，咱的家长们，甲恁讲一下，感谢哈，感谢恁吼，这届吼，你咱这个所有的活动啊，咱卖公生意的，所有的活动这么情谊相挺，大家拢出来安尼啊，咱支持，哇，啊，表演该有够精彩吼，拢中国秀才给咧甲咱赞助这个舞台光彩吼，你这样吼，我再一次甲大家说一个感谢啦。那讲这么这轮这个亲舅亲娘的吼，真正无人有法度做到像咱安尼，大家叫到足够哦。啊，所以讲咱这届吼，真正非常非常的欢喜吼，恁来当大家拢出来情意相挺。而且嘛，要甲大家呼吁一下，阮吼即马开始要交年费啊吼。阮内底，你敢知阮内底大家拢甲我讲，李署长，你一定爱叫这囡仔来参加咱的协会啦。我讲会啦，我尽量甲因考啦吼。啊，所以讲你个看恁这囡仔，大家吼足欢迎恁的哦，一定吼欢迎恁来阮的协会。吼，啊，而且我拢甲大家讲吼，真的啦，很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，好不好？好。谢谢恁啦哈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